坚持住啊！好，再来一次。好，休息一下吧，谢谢。感觉好多了，怎么样？还是有效果的吧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我给你放松放松，来，舒服吧？哎，看什么呢你？你看今天李教练和郭亮特种假，放松一下就会好得多。是呀，他们今天怎么这么好？来，我再帮你按摩一下。 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李教练今天心情不错。做这个运动出了好多汗呢，有点水。哎，咱们今天啊，就先到这儿吧。一会儿啊，别忘了不能洗热水澡啊。好，过来。哎，那我先过去啊。吕成。 你这唱歌哪里出啊？我唱什么？跟我装，再装。我还是跟以前一样帮他做康复训练啊。以前一样？你以前可没对他这么殷勤啊。又是擦汗，又是送水的，态度这么好，都快赶上对个别美女会员了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当老板的应该为自己的员工有这样的表现而感到高兴，像我这么好的员工，你上哪儿找去啊？哎。 别跟我扯别的，我就问你，对他怎么这么反常啊？有鬼啊！我还真没有，我呢就是看他其实也挺不容易的，人吧挺好的。哟，吕成，你良心发现了？说什么呢？瞎说。 郭亮也是个穷孩子，跟我经理差不多。他爸其实挺惨的。那你就把郭亮跟你说的话，都跟欧乐乐说了，而你也告诉欧乐乐你在做善事，是不是？嗯，没错。那欧乐乐听完之后，反应是不是跟你一样特别感动啊？嗯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哎，说点通俗易懂的，别转你那些心理学的术语，说吧。 好，你这叫傻。哎，你这也太通俗易懂了吧？那你知不知道，男人可以怜香惜玉，那女人可以怎么样呢？女人不知道。兄弟，女人呢也懂得侠肝义胆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？ 欧乐乐他会比我更那个什么郭亮？你不傻呀你？还装？你说我亡羊补牢还来得及吗？切，没戏了。世纪末日尚未到啊。可如果你可以把自己变得更惨、更可怜的话，我觉得你还是会有一点点机会的。 不会吧？那我凭什么呀？我吕成，你小子心里弯弯绕的，我最清楚。我绕什么呀？我，你觉得欧乐乐她喜欢我，我还觉得她对谁都这样呢，对谁都嘻嘻哈哈的。她跟你不也是这样吗？那也是，只是我觉得乐乐这个女孩矫情，也不会太惹人讨厌，多金也不会太贪图享受，受宠。 也还有同情心，漂亮也不会太自恋。这个年头，那说吧，切记什么？那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哎，你说了我再做嘛。你做了我再说吧。你，我怎么了？做不做？